嗨，你还好吗？我是程毅，我在北京向你问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，如果你一贫如洗，我将是你最后一件行李。我爱吃草莓，草莓汁不行，草莓软糖也不行，就像我爱你，长得像你不行，脾气像你也不行，总之不是你就不行。我一喝酒脸就红，却始终没有人把我的酒换成饮料，总是感冒，都说让我吃药，却没有人把药送到我的面前。不怎么吃饭，总有人告诉我吃饭，却没有人一直陪着我吃下去。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，就等他对你百般照顾时再相信；如果他答应娶你，就等他买好戒指跪在你面前时再感动。感情不是说说而已，我们都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龄，一直想把一些东西送给你，我的时间，我的爱，我的胡搅蛮缠，我的狰狞和可爱。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想不想要，我只知道这些，我从来都不给别人。你抽烟的姿势越来越熟练，爱人也越来越随便，从当时的三杯倒到现在的喝不醉，这是堕落，不是成长。可是没有人掐掉你手中的烟，没有人给你一个家，没人替你挡掉你手中的酒。你总告诉别人你喝得烂醉如泥，却没有人气得火冒三丈，只是叫你少喝的毫不在意。你总在深夜向别人倾诉你的痛楚，却没有人陪你熬到天亮，只是告诉你别难过了。其实说穿了，除了孤独和酒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不知道你的笑容是为了迎合大家，还是真的开心。不知道心酸的事情，你是否能讲给对的人听。不知道喝了那么多的酒，你是不是真的没醉。不知道一个人回家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害怕天黑。不知道这些年你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好累，喉咙发炎了，还是忍痛的抽掉半包烟。不能喝酒的你，还是逞强的一饮而尽。他不爱你，你还做笑陪伴。但亲爱的，我想你知道，在感情里可以轻易放弃你的人，就不是真的爱你。无论他表现得多么不舍，表现得多么纠结，痛苦与难说，只要能轻易放下你，他就一定不爱你。因为相爱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相守不放弃。就算他和你走过多少路，为你做过多少疯狂的事情，给过你多少的感动，分开了以后想起来的时候，他还是波澜不惊，而还没说话眼眶就是湿润的人是你。他也曾答应过你，无论生老病死，贫穷富贵，都愿意牵着你的手做你一辈子的英雄。现在你需要保护的时候，他却不见了。
你还是很想他，但你却没有勇气再爱了。他的电话号码还在你的印象里，他的名字还在你的脑海里。你曾试着用一万种方法去忘记，可是总会有一万零一次的想起。可那又怎样？他已经忘记，如果他一贫如洗，只有你会是他最后一件行李，而你也该学着放下过去，奔向没有他的天地。晚安各位听众，我是成毅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阿华今年28，家人催他谈婚论嫁，相亲对象他叫做阿发，有房有车子还有真皮沙发。阿华初次见阿发，没有面红心跳，只是尴尬。阿发自荐今年30加，工作稳定该有个家。后来故事发展也没差，阿华为他穿上了洁白的纱。那个人不是旧爱之名啊，也不是刻骨铭心的阿忠呀。祝福他，祝福他，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，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。不管粗茶淡饭富贵荣华，祝福他，新娘阿花，少女的梦就寄存在昨天啦。那些爱的代价砸成捧花，抛出去换个新的他，住新的家。沙发看一看电影，也会聊聊八卦。祝福他，祝福他，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，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。不管粗茶淡饭富贵荣华，祝福他，新娘阿花，少女的梦就寄存在昨天了。新的他，祝福他，祝福他，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，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。不管粗茶淡饭富贵荣华，祝福他，新娘阿花，少女的梦就寄存在昨天啦。那些爱的代价砸成捧花，去换个新的他，住新的家。阿华今年68，他最近爱上了中华。阿发清晨买早餐回家，豆浆热热的。